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效法主耶稣。今日来到1月19号了，题目是祷告与改革息息相关。全心节记载在历代之下7章14节，这里讲：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希西家和他的同伴这个时候所恢复的礼节，原是由圣殿中所奉行的。当初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的时候，曾经发出预言性的祷告，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当时有上帝悦纳所罗门祈祷的印证，因为他祈祷完毕的时候，有火从天降下，烧尽燔祭和其他的祭物，并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那个殿。当夜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告诉他听他的祈祷已经蒙垂听，并且说明凡在圣殿敬拜的人必定可以蒙上帝的怜悯。以色列人已经很多年没有遵守逾越节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期了。所罗门死了之后，国家分裂，使到这件事似乎难以实行，但是那个降在10个支派身上的可怕刑罚唤醒了一些人对更美好事物的愿望，同时众先知所讲的动人信息已经有了相当的效果。很多无恶不作的人很轻蔑地不肯接受，然而有一些恳切寻求上帝并愿意更清楚明白他旨意的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被打击的以色列唯有一个惩治的方法，转离那个招致全能者责罚的罪恶，并全心归向耶和华。上帝已经应许他们，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上帝之所以在以色列没有发起决定性的改革之前不降雨露，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良好的结果。好了，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